卤味宵夜呢，如果就是类似我不想要去夜市人挤人，或是想要去其他店家吃冷卤，或是我有时候就是半夜我吃宵夜的时候，我想要吃点就是卤菜配点酒的话呢，这是我今天到全联去买的。那就是其实因为我差不多快两个月没去全联，发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就是很多包装还蛮多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方便，因为他们是冷藏的。对，然后他们有很多锅啊，然后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们的就是卤味，那他们的卤味的话呢，有那个今天我买的是那个鸡胗猪头皮跟豆干，然后49-69左右。小心，端下去，端下去，端下去。然后我发现他们现在还有出凉拌菜。哦，这个是他们出的、哦。我以为你是去那个夜市买的。没有呀，就是那个出的，好像特价49-59吧。那试试看，你不要先试试看这个。但是我自己加姜跟。姜跟那个辣椒，因为我发现它不够味，因为我本身真的比较喜欢木薯的味道。那它的酸味还是有？没有，我有加辣椒跟那个。但是辣啊，它那个酸的味道，酸的味道你没调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。它酸味有，酸味还是有。但你要加一点辣椒跟那个，我加增添它那个气味这样子。我加辣椒跟姜进去。这加姜真的有用处，但我觉得还 OK， 就你一定要加辣椒跟姜，味道够。你不要一直从下面给我钻过去的，来的，爸爸的，坐坐。本身如果你不爱吃辣的话，我觉得吃那个就是全联的卤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因为我本身喜欢吃辣，我本来喜欢重口味，我自己加了这个葱跟我自己的麻辣酱下去，然后味道会更不一样这样子。然后我说真的，里面其实只有鸡胗跟猪头皮跟豆干，但是说真的，很多，蛮多的，39-69这样子。然后说真的，其实我觉得它量蛮多的。如果你自己就是如果会有一些那种调配的，就是自己的秘制酱方，我觉得自己加下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还蛮便宜的。然后就是，我觉得它的那个豆干很好吃。这个，其实我个人是不爱吃豆干，你很不爱吃豆干。但你吃它豆干，我觉得它豆干很好吃。之前其实我就有介绍过你，因为你们讲它豆干很好吃。豆干，嗯，它豆干原本就有入味的，哦，它没有汁哎，对，它外面包覆的是我自己加麻辣酱，它里面那个甜跟就是甜，重点是因为通常豆干里面的话，通常里面豆干豆类里面是没有味道，对，它里面是有味道，对，它的豆干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吃，根本就是。方便美食啊，这买回来先丢冷藏，因为它上面有一个保存期限嘛，期限内把它吃完就好了。但是你却可以在半夜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想吃，不需要说怎么去夜市买啊，或者说去夜市买回来之后呢，一定要马上把它吃掉，因为不吃的话又不能放，这样有些是不能放。对，爸爸这个，然后你可以加任何辣酱，就是你喜欢吃的辣酱。因为我今天加的是麻辣酱，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个东西都很适合麻辣酱。其实我觉得就是，像你可以就是我们之前常加的那种秘制辣酱啊，就是那种辣椒的那种，然后跟那种麻辣酱这种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随便你要怎么加怎么加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它这样子分量不少。我觉得蛮多。追剧神器，你配点酒啊，然后就是看个片这样子，然后
因为 我今天发现就是全联有出那个凉拌菜，而且还蛮多凉拌菜，其实不只是这个木耳，因为我本身喜欢吃这个木耳，嗯，这很重要，再加上它有特价。因为最近我在追个陆剧《千古绝尘》，正到了如火如荼的境界。这一追就是三集、五集、八集这样子。对，陆剧就是一次就是八集、十集。对，我觉得这次陆剧比韩剧，我觉得有诚意的地方。但他们的剧都很长啊，但是我觉得一个礼拜出个八集，我觉得。OK， 就是可以让我好好追。一个礼拜出了一集的，我说真的，我会追得很痛苦。追剧的好帮手，就是配个卤味这样子。对。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片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刚追到一半，肚子有点饿。哎，就拍个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也不能在现场吃完给大家看，因为呢，我等一下要继续追剧，吃卤味。然后我女儿一直拿玩具给我，刚刚这一区是干净，而且他是躺着递东西给我，他像什么你知道吗？那个修车师傅，一直把工具给我，然后我要魔术师，我这个是完全就是他的那个卤味的，他有一个那个冷藏冰箱，有个冷卤的部分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去看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它的麻辣牛肚啊，麻辣牛筋。它的麻辣牛肚跟麻辣牛筋，它虽然比一般的就是牛肚，冷牛肚，就是他们调味好牛肚，还要贵20块吧。但我跟你讲，它的牛肚牛筋啊，麻辣牛肚牛筋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还有它的麻辣肥肠。我觉得也很好吃。我说真的，这些好吃的东西已经超乎。你就是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卤味之外呢，其实我觉得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也可以加，然后在吃面的时候也可以加。对，加对啊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超出了很多，已经比很多夜市的爸爸这种卤味好吃多。嗯，它方便，然后爸爸。重点它就是拿去冰，然后冰完之后你想吃的时候就拿来就是拌一拌，它马上其实就退冰了，然后我觉得味道还蛮原味。那这样小本生意怎么活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它是不会被打枪的食材耶。就是我是一个不爱吃豆干的人，但是它的豆干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，大家可以去试它。啊，好啦。跟大家分享成这样子，就这样了。我说过我不会把它吃完的，因为我们要追剧。我现在正如火如荼。我要追，本来是我老婆先追的。我看了之后呢，现在变成我每天要，我一定要跟着我现在要看那个，他要看别的，我不要，我要看那个。就这样，拜拜。